其实说实话，你这边应该戴耳机。你放，真假的，一定要绿色呗就。绿色好看，你戴着。你看人家洛洛戴艺术家，你看，这个要是哇，好看。这可以，这个星空可以。照亮那个，照亮那个真太炸了。我觉得不错。 这个就是无颜六色所有东西混起来的这个颜色，巧克力的颜色。颜色加太多并不太好。这是本店的前菜啊，开胃坚果盘。张颜齐的作品，预告片，预告版。没有。做了一幅画。完全没有。这个姐。哎，给他铲了，现在趁现在。不想。 你别惨，我绿人。你不惨留在干嘛嘛？你就这样，点嘛，你别烦。点，你点给我看一下，来。我觉得要是说有道理嘛。啊。哎呀，我退出了，我不玩了。溜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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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帮人真的。一通，子墨，恩怨厕所也走一波。你看到没？人家都想吐了。哎呀，好丑哦。 给他铲了，直接现在铲。别铲！这样，这一半，全部你该搞绿的都行，你这半留给我，行不行？好好好。留一半，他自己发挥。他这个绿色太呛人了。好，可以。哎，不是一半吗？这边你可以稍微补一点嘛。你再得寸进尺嘛。你就很像一个蛋糕，然后在一个草地上，看着我玩耍。好了，我今天退出了啊，退出了，收工了啊，收工了，我也收工。 我有点失望，我说实话。你干啥？不好看。留一半，那你不如全铺上。不是料不够，关键是。全铺上。你别全铺上，哎呀。蕾蕾，你看，绝美。还好吧？哦，我觉得真的挺好看的。啊，我觉得比他们好看。